唱国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五大师，哔哔。是唱国歌。五大师比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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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比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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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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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B， 吴大师 BB。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介绍一下德鲁古名字好了。阿公嘛，不要乱念哦。
阿姑妈，阿姑妈，姨妈，陪徐玉颖，谁给你陪徐玉颖了？陪徐玉颖，不是陪我，啊，陪我，哪个？啊，阿姑妈，你们两个哟，啊，阿姑妈，阿姑妈，这个不是你是阿姑妈，啊，1 2，阿姑妈，阿姑妈 2，然后等下再录你的唱歌哈，啊，什么唱歌？嘿，唱歌，唱歌，等下录清唱啊，来分了，我哥哥分。真正的主人才是我们建筑的人。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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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问一下，你会讲哪一些道卡斯族的话？随便，字都可以。嗯，有没有妈妈或爸爸什么简单的一两个字呢？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准备要准备资料要学啦，都还没开始上课。对，我们已经失落很久了啦，最近几年才慢慢在恢复，找回来那些。主要分布在刚刚说那个什么后龙镇，后龙镇新社，新港社，新港社。那个母语怎么会？母语是今年才设计说要念的。哦，之前没有，但是有组成单位，推一些文化就对了。有。母语就是比较晚才弄。对，因为我一直想要进入那个原住民族群。所以我们昨天有七八百族，他们也要争取进去啊。平埔族的现在也说很多要争取进去啊。可能我们基地，因为我们已经跟平地的同化。那你有没有平埔族的名字？道卡斯族啊。母语发展的比较晚。对，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耆老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留，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对。70、80岁的还有人在吗？70、80岁有，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母语的话很少，对，然后他们能流传下来的文字也很少，对，然后所以他们最近道卡斯，我们有成立一个那个道卡斯的研习班，100个单字而已啊，对，只剩下100多个而已啊。所以现在现在我们目前刘敬雄老师他有在进去博物馆里面在找相关于有关于我们道卡斯的文字。比方说像泰雅族、阿美族，有些年轻人不想学母语，有没有碰过这些小孩子？没有，很多呢。我现在抽问都很多不会讲，不想，我有问啊，我说为什么不想？他们不是说不会讲，而是不想讲，因为现在小孩子出去都很没有不会讲。可是我认识的啦，因为我认识的，像我们，对，如果像你碰到他们不想学也不会讲的话，你会有什么观感？我是觉得这很可惜因为这是一种的文化传承，如果流失掉真的很可惜。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很重视这些，所以我们的部落里面现在就慢慢在找回我们流失的那文字。这个服装也是有老师考究设计的。对，有他，我们这是依据我们道卡斯的道卡斯的那个，像我们这个这花纹啊什么都是道卡斯那些祈祷遗留下来的那个。需要耳麦的话，请移动到我们这边来讲，要讲自己的一个单位。五的是 BB， 一比五的是五的是 BB。五度沙印图案，五的是 BB， 五的是 BB，BB 五的是 BB 五的是。五大师比一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比五大师，比五大师。比五大师，比五大师。比五大师，比五大师。Thank you.
往那边拿。
跟